Mira 昨日去到会展出席一秒高一起捐开幕仪式，十一指以整齐白色碌现身，跳唱衬团歌高 green。自上年年尾的903篮球赛之后 ，Mira 冇再齐人出席活动。今日姜涛因为身体抱恙临时缺席，不过姜糖依然到场为偶像打气，大家都好关心阿姜的情况。我哋都即时 message 咗阿姜，因为佢其实琴晚就有少少同我哋讲话，有即系做完嘢少少唔舒服，咁我哋叫佢唞下先嘅。咁今朝就知道佢真系唔系好搞掂啦，要睇医生啦，所以我哋先最后有呢个决定嘅。系有咩唔舒服啊？即系同只脚系冇关嘅。我想應該未必關係腳事啦，應該是一些真係可能吹親下咁樣嘅嘢。咁温差大係啦，係啊。咁同埋轉天氣啦，咁所以我諗佢呢啲鞋小心就入一集啲感冒品，我估。蘇菲其實見佢狀態都 OK 嘅，其實例如呢次表演咧，其實我哋都排咗有排舞，其實佢都有一齊練嘅。其實我哋有一個12人嘅 version 嘅，咁但係真係因為身體抱恙咁先冇辦法咯。咁所以其實見佢都 OK 嘅，所以大家唔使咁擔心。係啦，都見到瘦咗啲。目測係瘦咗幾啲啊？真係瘦咗啲。目測好難目測嘅。不過隻腳始終都未 100% 啦，咁所以又好多 cardio 未必做得好激烈。咁你明啊？咁佢冇得做 cardio， 咁一定係會慢啲嘅相對上。咁但係佢慢慢康復中就 OK 嘅，最主要係即係正軌咁樣。好嘅軌跡，係啦。最近趕拍冰上火花嘅 AK， 早排都因為枕住通頂而捱病咗，所以大家真係要小心身體啊！講到之後同伊人陳雷開拉闊音樂會 ，AK 話要忙完劇先開始籌備啊。呢排就忙緊冰上先嘅同阿伊人，咁嚟緊就會開始就會開會同埋陳雷一齊傾 run down 噶啦。咁就其實嗰日我哋影個 poster 噶啦，都一齊同陳雷一齊傾偈嘅時候，都有少少討論過下話想做啲乜嘢嘅。呢排實在冇時間，即係拍緊劇，拍完劇可能會接住其他工作，即係都冇乜時間休息，所以暫時係未去 further 去傾呢個演唱會嘅嘢。會唔會特登再整多首合唱歌啊？海洋歌。好唔好啊？大佬唔知啊，揾啲音樂才華高啲人先。我哋嘗試下，睇下研究下呢個可能性。可能有機會係三個人咧，唔知道一個主題曲嘅演唱會，所以都仲傾緊。金像獎前日公布入圍名單 ，Jordan 好叻仔獲提名最佳新演員。伊藤憑合家辣同過時過節叫雙飛，會唔會覺得著數啲咧？首先多謝大家啦，我同阿 J 都冇諗過有得入圍，咁係咁，所以入圍對我哋嚟講已經好大嘅肯定，同埋真係當贏咗啦。咁所以都冇諗著唔著數啊，即係我都已經夠開心嘅，係開心啊！喺演技方面得到肯定，希望可以睇下 Eden 嘅演出。佢有型啲喎，有兩個格仔喎。一個左邊，一個右邊。阿張有型啲，我睇過阿張嘅，我睇過阿張。教主 Anson Lau 早排成立服裝品牌，佢將會喺2月14日舉行活動，同神徒們一齊過浪漫情人節。好多神徒為咗霸靚位，尋日已經開始排隊啦。教主話好心痛 fans， 希望大家將自己擺第一位。我 picture 大家啊，如果又要喺街度可能瞓啊，或者甚至留好多個鐘、好多日嘅話，即係我自己都會。是真係即係真心覺得很肉赤的，因為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嚟嘅。我明白大家很想見我嘅，亦都大家很好緊張，可能當日嘅流程啊，大家嘅企位啊，個秩序會係點啊，所有嘢大家都有很多 concern 啦。咁我又冇辦法承諾都曬所有嘢，咁但係我當日24日我會盡量。做一個最 possible 的安排是可以、大家都見到我的盡量。如果真的去的就帶多件衫和帶多把遮啦，呢排都翻風落雨。同埋真係唔好盡量就唔好幾日咁樣喺街咧，我哋因為太多人喺街咧，所以病咗。係啊，近排真係翻風啊，我想講真係好易病親嘅，即係大家即係小心身體為第一個最大嘅因素啦。教主嘅勸喻，大家收到冇？請大家 subscribe、comment 同埋 like View One HK 嘅 YouTube 頻道。再 follow 埋我哋嘅 IG 同 Facebook 咧。